对，是。其他的特点不太一样，它就是棉线作为金线，用纬线彩色的丝纬作为这个配色，所以呢织出来的话呢，可以顺循环织，也可以逆循环织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工艺呢，不是是从。大型的综艺晚会，然后将近100场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们演播室主要有两部分组成，然后就是舞台区还有我们观众席。舞台区的话呢是宽23米。The coasts, rivers, and borders is a harmonious homeland to many. On this land of 236,700 square kilometers, over 56 million people.而且比较大，有4000平方米，很通透的，在里面就云南普洱啥的工艺制作工艺一样不一样？跟他来说，他熟茶来说，他据了解，他们也承认，就是我们这个货的。可以评评，没问题。何处青山茶盛名？珠山这是谁呀？这个更贵重。自成高雅山。何志远，你把你的名片发给我们的。